江总，江总好，江总好。江总，有些合约需要您签字，放这儿吧。我还能做点什么吗？没什么事了，你先回去吧。嗯，等一下，去帮我接个咖啡吧。巴黎很美，但我不属于这里。人是回来了，心什么时候回来啊？苏苏，你有没有经历过那种时刻？就脑子里突然叮了一下，就什么都看清楚了。顿悟。顿悟都是瞬间发生的，但是在发生之前，人总要经历很长时间的纠缠、拉扯、自我怀疑。但是，一旦发生了，事情就变得不一样了。喂，江总。啊？情况已经稳定了，但是这个年龄怀孕还是有一定危险性的，建议留院观察几天，做个全面的检查。啊，好。你们什么关系？他我老板。哦，嗯。后期如果手术的话，需要家属签字，能联系到吗？六诊室。那边，谢谢。哎，怎么样？流产了吗？没流产吧？你知道了？就头两天看他在厕所吐得昏天黑地的，估计他自己都是那会儿才知道。他不是单身吗？谁告诉你他是单身？啊？也对，没提不代表没有。那我赶紧让 Amy 联系一下员工紧急联系人，看看她老公的电话。你别，他都已经提交离婚申请了。要不要告诉？让他自己决定吧。先生是什么样的人？姓顾，听到在纽约上学的时候认识的。他能进艺术圈，也是他先生牵的线。他们为什么不住一起？顾老师公司在香港，听到又放不下北京这摊事儿，俩人已经分居好久了。就两个月前，听到不是去香港吗？就是去找顾老师谈离婚的事儿，估计
就是那会儿怀上。那婚还离吗？哎，先去办手续吧。你怎么还没走啊？真是没有看错人，你太懂我了。我正在想这个事儿呢。哎，医生让喝吗？我又不是明天做手术。哎，怎么就一个杯子啊？你的呢？你偷喝了我多少次酒，我还不知道吗？别装了，赶紧的。Cheers, cheers. 江总，孩子是顾老师的吗？不然呢？那是谁的？可以啊，江总，老当益壮啊。哎，你说谁老啊？顾老师啊，他不是快60了吗？啊，是啊。你说。这老牛跟荒地居然种上了。江总，我有一件事儿不太明白，这个怀孕跟离婚这两件事是怎么同时发生的？小雪啊，你怎么突然来香港了？来之前也不通知我一声，我可以去接你啊。来，坐。肚子饿不饿？饿的话，我让你准备吃的。不用了。这个，你还是签了吧。律师已经跟我说了些了，大概我都知道里面的内容。亲爱的，你就要这么点吗？公司还有你的股份呢。那些，都是你这么多年自己打拼挣来的。耗了8年了，好多美好的回忆。你真的什么都不要吗？你不后悔？你已经给了我很多，从你这儿，我获得了眼界、资源，还有爱情。爱情？爱情，虽然我们两个还是相爱的，但是已经不能相伴了，那就还对方自由呗。离开爱人，又放弃孩子，你将来不会后悔吗？既然今天已经聊到这儿了，那我就多跟你说几句。
我跟老顾其实已经分居很多年了，我们两个一个在香港，一个在北京。他不肯为我搬来北京，我也不可能为了他搬去香港，放弃我北京的一切。咱们两个都是学艺术的，你说命题创作和自由创作哪个能表达自我？当然是自由创作。结婚生孩子对于我来说就是命题创作，我很爱他，但是我不想这辈子只当顾太太，我要做我自己，所以我就选择自由发挥了。请问您找谁？小雪。让他进来吧。哎，不好意思，能不能多给我们点时间？有什么需要准备的，告诉我就行。行，那半个小时以后手术啊，所有首饰都必须摘掉。嗯，没有进食进水吧？没有。行，那半小时啊。谢谢啊。谢谢你啊，替我好好照顾他，叮嘱他要按时吃饭，还有别让他喝酒了，医院里面不能喝酒的。不是每个人一辈子都有足够的幸运可以遇到真正的爱情，可是我还有很多事要做，很多路要走，这些都和爱情一样重要。之前你不是问我会不会后悔吗？你不会后悔，你有坚持到底的决心，也有接受失去的勇气。把这个